在北美洲广受亚裔社区所喜爱的杨协臣专注打造优质产品115年，其所推出的加拿大无转基因黄豆原粒研磨的豆奶以及菊花茶在夏日广受大家喜爱。为了回馈大家，杨协臣在2015年推出了杨协臣夏日节奏 Youth Summer Beats 的活动，希望大家在畅饮了杨协臣的饮料之外呢，也能够享受夏日节拍的快乐。杨协臣集团2015年所推出的杨协臣夏日节奏 Youth Summer Beats， 参加的方法十分简单，您只需要发挥创意，记录您开心的节拍、动感的节拍，杨协臣和你一起玩出不一样的节拍。心动不如行动，现在就开始拍吧！把敲击拍打杨协臣任何产品的视频，最后用杨协臣夏季饮料产品拍成一个招牌动作做结尾，上传到杨协臣脸书官网或者是微博官网、微信和 Instagram， 就可以参加抽奖活动，有机会获得 Apple Watch。杨协臣集团从一家酱油厂商变成一家国际企业，只要有亚洲人的地方就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杨协臣的产品。为了配合健康生活，杨协臣集团所有用料均是采用天然成分。为了迎合年轻一族的口味，旧的要创新，新的要突破，杨协臣推出不同的食品配合不同的需求，而采用了加拿大无转基因原粒研磨豆奶系列的成功，便印证了杨协臣不断创新、追求卓越，为客户提供高品质和最具价值的产品努力。所以如果您有要参加这一次的 Youth Summer Beats 的活动的话，赶快现在就把您的产品、您的影片上传到 Facebook、 微博、 Instagram 及微信哦。